圣诞快乐！今日见到有咁多 fans， 其实个心情系非常之紧张同激动，因为好似都有一段时间冇见到佢哋，就系寻日去影灯箱嘅时候，就有啲 fans 就见到，然之后就同佢哋一齐去互动。咁今日估唔到有咁多 fans 过嚟，咁我就非常之开心，同埋都好多谢佢哋嘅来临。有冇谂住琴日其实有噶，但系我嗰个储钱嘅意念又出嚟，但系咧我会买一啲有用嘅嘢。而家都開始陸陸續續咁準備，咁就希望1月1日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個新鮮嘅感覺，同埋一個驚喜嘅感覺。會唔會好似女團咁樣出嚟？可能會，又或者可能唔會，係啦，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，唔知會唔會呢？佢哋如果想送禮物俾你噶嘛，係咁送咩俾你？你就咁講話有心意，好似好挑戰佢哋喎，好高難度啊，係。可唔可以降低啲難度俾佢哋？係降低啲難度。佢哋想送禮物俾你，送咩俾你好啊？送乜嘢？送大家嘅歌聲俾我啦。哦，即係等你唱歌嘅時候，佢哋陪你一齊唱。冇錯啊。咁就最好啦，係嘛？冇錯。咁啊，今日嚟到呢一個嘅冬季購物節啦，相信你應該準備咗聖誕禮物啦，送俾一班嘅粉絲啊，同埋現場嘅觀眾嘅，睇下你兩首歌係咪等你揀唱。第一首歌就係沒有你還是愛你，第二首歌就係自己的歌曲《真話的情歌》。希望各位嘅粉絲，佢聽到啦，話送禮物俾佢咧，就係同佢一齊唱喎。咁大家要俾啲力加咯，好唔好？好，交個台俾你，呢個支持。唔該曬。我可能就會遞支麥俾大家唱，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接到呢？希望接到啦。好，咁就開始啦。Hola, les voy a